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你请看个87年的兔的女的，身上的灵性和流掉的孩子走了没有？87年的灵性，87年属什么的呀？属兔子的女的。女的是兔子，87年，兔子，啊，还没走掉。还有几个师傅？有一个很厉害。在爬在他的腰上，他的腰很不好，腰痛。哦，对对对，他腰不好，师傅。还有啊，一个灵性爬在他的腰上，啊，还有一个灵性在他的腿上，腿关节很不好。哦，这个87年的兔子腿不好还。对不对啊？还有啊，小便也不好，啊，小便不好。对对对对，师傅。他就是小便就是一会儿尿一会儿尿。对呀，我告诉你啊。就这个灵性 啊，赶快给他念经啊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小房子啊，先念许一个愿，87张。87张。是一个女孩子，瘦瘦的。啊。在她身上是一个女孩子，瘦瘦的。哦。你要赶快把她念，然后念一边念经，一边在消业的同时，要叫她吃。那个且这个杞菊地黄丸。哦，他的眼睛也不好。对对对，看不清楚。对对，高度近视。我跟你讲了，跟你说你要当心啊，师傅。师傅，他现在怀孕那个九个月了。怀孕九个月啊。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呢？87年属兔子的。87年属兔子。这个胚胎呢，动还是动的，蛮好的。蛮好。动还是动的，但是呢，我看他的这个孕妇的血液不好，他有妊娠期的那个糖尿病。血糖高。血糖高。就是怀孕的时候血糖高，临时性的。还有他的血压也不稳，血压也高。是的，师傅。告诉你。这个师傅他怀孕的之前，我打通师傅电话，正如师傅所说的，怀孕挺难，还是有希望。哎呀，确实很难，真不容易。好不容易怀孕。师傅，我们给他前后。就是为他画了有900多张小房子了，师傅你看一下他收到了多少？你给他画了900张小房子啊？啊，900多张左右了吧？看他收到了多少？我念经念的蛮好的吧你？900多张小房子，啊，哇，你念经念的很好哎，他收到830张了，灵性。还行呢，怪不得这个孩子还能养出来呢。要不是你这点小房子，对对对，早就流产流掉。对，对对对，师傅，真是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，真跟师傅说的一样一样。跟师傅说的一样一样，一样一样的对的啊！你好好的听师傅的话啊，千难万险也要把孩子给我生下来。对对，师傅，是的，是的，师傅，我们不怕生不下来，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啊！我就有信心，我既然给师傅打通了电话，我就有信心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帮他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生下来啊！你女儿生不下来啊，你来帮他生。师傅，你看这个孩子他能那个顺利的生下来吗？有点小问题，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小问题，但是问题还不大。我就是看他妈妈的血液里边有点问题，浓度太高，所以他妈妈可能会痛得比较厉害。如果像这种像这种孩子最好能够剖腹产的比较好一点。剖腹。师傅，你看哪天剖腹好呢？师傅，我不知道。你叫他剖腹产，就是早上给他剖腹产就好了。早上哈。
你这个女儿还好，你这个女儿，你这个女儿现在姓是姓啊，就是念经好像不是念的。啊，姓，她从前念经，我叫她念经。啊，这是儿媳妇。儿媳妇是吧？嗯。哎，本来没有孩子，不应该有。从前念经。本来没有孩子的，嗯。对对对。啊，这菩萨给她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是。嗯。跟师傅做了以后。你要记住。啊，这个孩子呢生下来是没什么问题，这个头的皮啊、哦、头皮要当心一点，头皮啊要帮他经常洗头。嗯，哦，我看到他那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呵呵，嗯，活的海鲜，这个头皮活的海鲜吃的太多了。嗯，过去哦，对对，活的海鲜吃太多了。对，嗯，是是是，我不让他吃，他跑到他娘家，他娘家给他吃。看见了不啦？嗯。这小孩子，我就讲讲句不好听的话，就像有点像拉痢头。哦。我现在看他头皮很脏，嗯。哦，那怎么办，师傅？我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、喝大杯水，然后让他多睡觉。哦，然后给他多吃梨子，梨子，雪梨，雪梨很好。哦，师傅给他放生多少条鱼给这个孩子？800条，嗯。800条，好的，师傅。